俯卧在地板上，将双手掌心朝下放在大腿根部，向上抬起双腿，利用双臂保持平衡，保持这个姿势30秒。该体式对肾脏、肝脏、生殖系统和腹部器官有益，该体式只针对高级瑜伽练习者。然后慢慢地回到起始姿势。踝关节、脊背、膝盖不适者不应该练习这个体式。